年龄大了吗？行为好油腻，你不要情绪绑架哦。不许你再这么说，再说我要生气气。刚大家说我的苹果上为什么会有芝麻？其实不是芝麻，它是火龙果。家人们，帮东哥看一下牙齿上有没有火龙果。我没看见他呀。有啊。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Cutter 吗？What the fuck？ 年龄大了吗？行为好油腻，尤其是吸嘴，我就不懂了，为什么吸嘴会很油腻呢？难道年龄大就不能吸嘴吗？你吃东西不怕屑屑掉在地板上，你不吸一下吗？难道要掉在地板上吗？怎么这就油腻吗？那我只好 say sorry 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吃播主播，可能会不停的吸嘴。一踏进这地方，要清楚谁是老大，罩子最好放亮，哥们儿，好不？哥们儿，整的不像人了，那不像人像什么？难道像哥斯拉吗？还是奥特曼？那我倒开心了，东哥你秃了，你有听过一句话吗？我秃了，也变强了。之前觉得你是偶像，现在能不能不这么点点点？还是希望说，我以前拍过的作品可以带给你一些美好的回忆。那现在我是吃货东，好想拿夹子帮你把头发夹起来，你想也没有用啊，因为我就是要放下来啊。陈哥，你是我曾经的偶像，能不能 man 一点？这我就想问了。我觉得这样头发甩在面前有点娘娘的，也蛮好看的、啊。好，就算不 man， 那娘又怎么了？就是你这个样子，所以没有人找你拍戏。我现在早就过气了，现在我都几岁了，不搞演艺事业就算过气了是吧？我就不能做点我自己想做的事吗？奇奇怪怪的，怎么我的人生就是一定要拍戏，一定要发新专辑，一定要上节目？你不要情绪绑架哦，不许你再这么说，再说我要生气气。难道我真的过气了吗？虽然不知道到底一个过期是什么意思，但看到这几个字还是有一点心里有点酸酸的啊！你这个家伙好不会聊天呢。至少我现在活在当下，是在做我想做开心的事，我觉得我就挺满足的。人要知足常乐嘛。你没事吧？